Hello， 哎，我是 Jack， 今天我要介绍你们那个 UMI 小七 ，OK， 说怎么去用那个小七，我跟你们学怎么用 ，OK， 说、OK， 今天我们就用红色 ，OK， 第十二。OK， 这个就是 UMI 小七。OK，basically 这个是红色的。OK， 它是有点夜光。OK， 这个是200克。说有两种玩法，有些人是喜欢直接把它的 shaver 直接 click 在这个solid ring。说它的绳子其实是这么跑的。OK， 说 for 我自己的玩法，通常我喜欢穿过那个小七，就是说把我的leader line 直接穿过去小七。说一比吨，如果它比如讲有浪的话，它的线其实是会跑 ，OK， 说就是大概这样子，我show你啊。OK， 那个线穿过之后呢，这个就是那个 UMI 小七。OK， 说、我会把它我的母线直接穿过去。OK， 直接穿过去之后，其实这粒东西是会跑的。OK， 然后呢，我就会绑一个ball bearing。OK， 这个就是 ball bearing。OK， 这个就是 ball bearing。OK， 所以我会把这个直接绑一个死结在这个 ball bearing。这样就可以了，这个就是一个 ball bearing 在这里，其实那这个就是它就会停止在这里，它就会跑。 OK， so basically 是这样子。然后呢，我就会加一个 split ring。 这个是 solid ring， 我会把一个 solid ring 放下去，然后我找一个 split ring。OK， 然后我就会把一个 split ring 下去。然后那个 ball bearing， 那个 split ring 就直接放进去那个 solid ring。这样就可以了，说基本上就是这样。 OK， 说现在它其实是，如果放下去水的话，如果它比如说有流的话，其实它是坐在底，坐在底的话，然后你放那个料的话，其实它是会跑动的。我其实可以放线给它流，所以有很多种玩法。 OK， 说底下我们会出去试试看，我们待会再见。